有的时候捏着捏着会排队的，经常排队。第一个捏得像，第二个那就鼓掌，啊，接着就往下排。有泰国的公主捏过肖像，他们的孩子过来就跟疯了似的，没见过这么好的地方。他妈妈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的关心，我每个人给他捏一个肖像，还给徐锦江。他那个鲁智深得奖了以后，我给他当场捏肖像，还有黄秋生，这个定做关公，哇，好多。在我的心目中没有退休，只要我能做得动我就做吧，反正把我心目中想做的艺术都做出来，存在这大脑里边没用啊，还是展示出去有用。